爸爸，萌萌去超市了，我把孩子给放出来了，跟你玩会儿好不好？好呀好呀，终于能和孩子们好好玩会了。玩漂移呢呀，都撞上了。谁还没有点小失误呀？孩子们，爸爸重新教你们。我咋感觉这重新教的比原来撞的还狠呢？你看把孩子吓得一愣一愣的。儿子，快闪开，爸爸来了。我之前那是没跟你们好好玩，我真正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学不会走直线似的，牛皮不是吹的，小车不是推的。孩子们看好了，爸爸好好给你们划一下。你别笑。